曼怡，张曼怡，四万。今天老看四万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牌去。看什么牌呀、啊？搞那么猛啊！讲价了，五万。我蒙三万。我蒙五万，你蒙三万啊？你看牌了，你是上五万，我蒙三万，你是上六万呢、啊？六万就六万。我也干干牌啊。那你干你就干啊。六万。七万。七万。八万。八万。你那里还有多少钱？我这里还有九万。九万。那一点钱算九万，你当我没读过书吗？八万九。真的是。那我也剩这么多了，一起开了算了。开就开啊，你先开。我先开。我先开就我先开，谁怕你啊？我三八。三八不是妇女节吗？我这个牌三条八，这钱全都是我的。别动啊，我三个坑啊。哎呀怎么回事啊？你跟着三八。三八一下下就可以了。怎么回事啊？你是不是出老千啊？谁出老千啊？你三八，我三个男人，我不赢你吗？输一半。啊？怎么可能输一半呢？哪有输一半啦？是不是？哪里有这样的事啊？输不就是愿赌服输？哪里输一半的？输不起是吗？没事，你们给我等着啊！等什么？你能怎么样？哼，真是！表叔，在不在家？表叔，出来一下，表叔。表妹大过年干嘛？干嘛找你有点事啊？进来说啊。你过去跟你说，那边太晒了。怎么了？就是说，刚我去黑心村那边玩牌的时候，我输了有八万呢。不是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的啊，怎么就想着玩那种东西呢？啊？我怎么知道是不是三八遇上三条 K？ 那我怎么知道？还炸金花了啊！炸上金花了啊！炸金花啊！你这样的话，我马上告诉你算了啊！不要打电话，我都输了好多钱了，等一下回去肯定是被骂死的。哎呀，你一个女孩子家家怎么想玩这种？那我不想搏一搏单车变摩托吗？那你找我有没有啊？你找我，我能把你变八万出来啊？是不是？那我能怎么办？我不找你，难道我找谁？那现在钱又没有了，没有就没有了，关我什么事啊？真的是，那能怎么办？哎，输了那么多钱，我也没有脸回去了。你家有没有房间啊？啊，你还住想住我家？不行哦，这样不行啊。等一下你爸爸骂死我，那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叫你不要玩这种了，不要玩。大家，这就是我去收拾他们。三条八怎么可能遇上三条腿呢？真的是奇怪了。快点哦，等一下人家上局了。啊，你要不准玩这种东西啊，肯定是被人家套路了。不玩了，不玩了。下雨穿水衣干嘛？你想不想要回你那八万块钱？肯定想啊！想就不要那么啰嗦。奇奇怪怪的。带路在哪里？就这边。表叔，就是这里了。就是你们的吗？对，就是咱们三个。啊？怎么了？谁呀、啊？哎呀，不要了。不认识我了。哎呦，蒙五百啊！大波连啊，五百开了。哎呀，天高啊！怎么搬就不来了？不管，要你们注意点。谁上班要肥猪？谁是肥猪？不是肥猪啊！要做你们注意点啊！好水猪不如强牙。挺有吃你的，你这个家伙！我就不让你这么讲。要不要玩？要玩就发了一半给你。谁说刚才你赚了我表妹八万块是吧？八十万哪里值八万呢、啊？我跟你们过年交，来。来啊，打底，打底一千啊！上家，一千。你用什么来呀、啊？看你好像很拽那样子不、哦？你是不是收废品呢、啊？这是帅哥，怎么回事啊？他们大热天还穿个水衣啊？
这没下雨。这是战袍，你懂不懂？我以为是不够称呢。你才不够称呢。到底呀，于谦。那我考虑一个问题，行不行？一加一等于多少？一加一等于三。等于三八，懂不懂？梦啊，梦一千五。哎呀，这个肥猪挺厉害的不？你这个烧狗是不是？我帮你捡起来啊！一千五了，你说呢？一千五啊！哎呦，哎呦，拿着我的钱啊！不要讲这种。一千啊，一千就一千，一千五啦，一千五。两千，三千，干牌了啊！三千了，六千了。哎呀，我也看一下牌啊。一万一，哎呀，咋那么猛啊？一万一。一万的不怕，怕万一。两万。三万。三万。五万。哇塞。5万。6万。6万。7万。7万。去哪里了？8万。哎呀，我说7万，你要说8万。怎么了？来呀。为什么话要多一点呢？来呀。借1万回去，借8万回去，多少万呢？9万啊。9万，借多1万。9万。这里才3万块呀。3万。这不对呀，哪里有降价的？怎么就没有降价？你爸我没钱呢。有钱的就拿出来呀。练死。买的时候9块9是不是18万8，现在30万。哎呀，我这条比你的长啊，要比你的长，要比你的粗，要比你的硬邦邦的，看到没有？那你截下来，截一点出来得了。哎呀，算了，反正你的钱又多了几万，已经累了，累了，不后悔吗？看一下纯金了吗？存金了，累了吗？累了。开了吗？开了。你先开。你先开。我开我就开，反正我赢定了。我三八。哎呀，果然是个三八。谁是三八？我的牌三八，把那钱还给你啊！我三条狗。啊！哎呀，三个狗啊！刚刚好。是公狗还是母狗啊？红色的是母狗。不对啊，你看三狗啊，拿过来。不对啊，你不是三条七的吗？怎么三条七？我怎么就是三条七了啊？愿赌服输，你不懂吗？表妹，拿了我们的本钱，还有你输的那些身上的牌给他们、啊。你怎么会变成三条狗啊？到了，你听不出
你怎么认识的？我表妹啊，认识你表妹啊，真的有眼无珠啊！快点了，有眼无珠啊！是，我也。那我填个名啊。有肉有肉眼的。是不是要读的呀？不晓得读的，以后不能在这里跟我们鬼变了啊！你刚才那个狗是怎么变成狗的？我不会告诉你的，就是你们不会搞的。我也想变成狗啊，啊不是，我也想把那个白变成狗啊。要不你变一次给我看吧。不行的啊，不行的啊。远离这种东西啊，知道没有？以后打死也不走了。以后找个好工作做啊。填个名怎么样？来，找来了。真的是原来就这大神童啊，真的是。幸好他们不要了钱了。真的大啊、以后不能赌了，真的是一山比一山高的。对呀、啊，他还有退回这个钱给我们不？他拿走了我们，不然呢？毛都没有了。是啊，要睡脚底的。人家神童都退出江湖了，我们还敢吗？是不是？我们这些小哈拉妹早就应该淘汰了啊！哎，走了走了，吃饭，吃最后一餐那个散伙饭。好。